看怎么打。恩仔，走了，收鱼了。等一下，蚯蚓还没挖够。我来挖。哥哥，你老妹呢？我老妹跟她同学去玩了，放假了。那咱们两个去收了，顺便把这个蚯蚓换上。好，那就够了。哎，来，很多了。对哦，那快点没搬下来吗？没有，一直在车上。咱们又不是吃饱撑着，老是搬来搬去。昨天你在这里放倒了多少？哇，30多斤了。漂亮，跟你一样漂亮。小心一点啊，飞哥是超网。你看，老师你就多吃点。哎，白，捞起来看一下，反正我们在船上，它长长的呢。白鳝鱼，傻子。好了，不会错啊，我。还有那个是啊，那个很熟悉啊，你们玩一会上海去。哎呀，你别老玩家上海经了，要玩就玩走那条真上海经啦，开启就一个鞋带，不出什么前面运气，还能无限蹲射进阶，游戏呢还有我的专属福利，快点下载，我们一起来玩。那我们现在来玩一把，先收鱼啊，收完鱼再玩。好，等一下你带一下我啊，我带你飞。快点，哇！等一下，我拿东西给他咬住。猪肝好吃吗？还有哦，香哦，香。哎，我老狠了。那边还有东西，飞哥。好激动啊，飞哥！激动。哇，飞哥，后面那个动静更大哦。哇，还好是挂到这里啊，飞哥，不然漏气啊！你看，这条漂亮，飞哥。甲鱼，抓鸭子，抓鸡子，嘎！来，甲鱼仔，鱼干好吃啊，香，不上火。哇，飞哥那条白鳝又活过来了不？他刚才撞死，这边全部都是用竹竿抓的，漂亮。全部都抓完了，看一下明天动作了不？肯定比用竹竿多。回家。